有冇曾经谂过身处一个唔属于自己嘅地方，身边所有嘅事物都同你格格不入？一份蔬菜又点解要摆喺肉类区域度买？要为 Meatless Meat 嘅 New Launch 设计一个 campaign， 我哋要先观察最有机会接触新客户群嘅地方，超级市场。根据我哋嘅观察，以植物为本嘅素肉会放置喺超级市场嘅肉类区，令一般消费者难以察觉素肉同真肉之间嘅分别，令大众误以为素肉只系一种肉类。素肉成分主要系豌豆、小麦蛋白、薯仔等，所以将佢放喺肉类区系错误嘅。有见及此，我哋有必要将 Meatless Meat 放翻喺佢应该放嘅位置，蔬菜区。我哋全力推行 Meatless Meat 重置家园计划，届时将拨乱反正，为一直被忽视嘅素肉揾一个真正属于佢哋嘅屋企。我哋呢个 campaign 主要分为三个 stages。Stage 1，我系素，我住呢度，将会喺各区户外广告牌作为 mass media 刊登平面广告，接触广泛客户群。Stage 2， MLM 地产代理网站，投选 MLM 最理想居所，从 offline 到 online， 到 MLM 地产代理网站投选 Meatless Meat 嘅最理想居所，最多人投选嘅楼盘将会成为 Meatless Meat 嘅新居所。Stage 3， 我住呢度，根据最多人投选 Meatless Meat 嘅新居所，实际到各销售点设立 Point of Sales。我哋相信每块素肉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，唯有素肉，世界可以变得更好。